这些果然是你父亲替我父亲顶罪的证据吗？不是，里面详细记载了你父亲是如何联手那些跨国集团钻法律空子，骗取巨额资金的。那你打算拿这些去洗清你父亲的罪名吗？周秀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吧，不用管我。大小姐，我该去做饭了。周秀，等我一下。从现在起，你不再是我的管家。大小姐。咱爸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好人？生日快乐，大小姐！林朗，帮我个忙。要不我再去给你煎一份。周兄，下周我们去把离婚办了。那么的结婚基金怎么办？基金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决定回到林朗身边。林家可比我们家有钱多了。既然我们都离婚了，我就先搬出去了，这样对你名声也好。兰兰，这可是顶级的 A 五。小姐，请慢用。这82年的拉菲差点意思，下次给我换成65年的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别说，这9.9块的牛排，还真吃出了999的味道。别动，大小姐，你脸上有东西。兰兰，兰兰，哎，
你手这么冰，你发烧了？欢迎回家，我的哥哥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兰兰，我送你。联系各集团总裁，就说我带着陈毅来和他们合作了。那你父亲怎么办？父亲，他入狱是他自找的。我做这么多，可不是为了救他。只要有这份文件，那些大佬都会乖乖把钱送到我的口袋里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到时候所有的法律责任，会有白家大小姐为我们承担。朱阳他根本不想救出父亲，他是想拿文件跟集团的人合作，而且文件一旦交上去，你将会面临巨额债务。我知道，那我去把文件抢回来。然后呢？你不救你的父亲了吗？拿这些文件去证明你父亲的清白吧，我的账林朗会帮我还。还有，我已经答应林朗的求婚了。我还有约会，我先走了。白兰，你现在还是我的妻子。周秀，我们以后都会有各自的生活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晚上好，我的哥哥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用文件救父亲？为什么？你还不清楚吗？当初是他自己要去顶罪的，他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父亲那是为了保护你，他把你和母亲送去国外，百家给了所有钱，他全都给了你们。够了，不要再插手了。只要我们用这个文件换一笔钱，你我的人生都可以改变。所以你就要伤害那些无辜的人。无辜的人？
周修，那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周修，那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她是白家的人，白家的人都该死！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觉得我会让你阻止我吗？走啊！刚好。是。这份文件可真管用，现在那些大佬见到我都得乖乖听我的话。你把文件交出去了？怎么可能，他们都以为文件还在白家千金手上，在我这儿安全得很。小杨，我想清楚了，你说的对，这两天我仔细想了想，白兰想要过好日子，为什么我不想？我为白家辛辛苦苦十多年，我真的受够了这样的人。你终于想清楚了，只要咱们两个能够联手，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。好好盯紧上面的人。是。对，我要报警，证据现在都在我的手里。你走吧，周修来找我了，他给我写了满满两大页纸。告诉我应该怎么照顾你。我相信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他更爱你了。行了，下次再遇见不爱我的女人，我会躲远点。你走吧。谢谢你啊，琳琅。豪华牛排没有，但是中午可以多加个蛋。这八二年的拉菲差点意思，下次给我换成六五年的。想什么呢？生日快乐。你把手伸出来。
娶我。这是。快给我戴上啊！你还让我自己戴啊？好了，大小姐。还叫什么大小姐啊？那。叫我周夫人。周夫人。